班路上碰见一件事儿，来买点东西。今天天是特别的冷。买这个饼。那个酱香饼热的吗？这块热的。我想要这个。大气王。热的。那他俩是一样的，姑娘。一样的。能拎动吧？冷啊，咱俩快点买啊！快，这冷，这一块鱼鸡吗？不到啊，反正就二盒卖的。我也没要。你要干啥？我想吃那个。走吧。是这个吗？那个这样的那个吗？对对对对。啊。对对对对。完全正确。姑娘，就剩你自己了啊！快点吃。